外来摆啊，来一个啊，两个啊，
来不及，这大车我再继续要管了。大车先看看，一千啊。哦，啊，多一个阿姊也来啊，伊拢搞买车，这真正甜啊，哎呀，肉厚啦，你食看看，这菜价是变半四百，我无要来偷笑啦，只买过二啊，只买过来啊，只买过二啊，你若加买一千块啊，我都给笑了，一千。哎，一千啊！我两个坐飞机无？好车来咯！哎，好车啊！大车来啦！来，大车。有啊。什么好讲 ？OK， 来，有讲你先，你帮我去收着。那个倒起去，你这挂你无要落去，起过来好啊，起过来好啊，一单也无啊，哎，一单也无啊，哦，我再来你来看。哎，我偷你偷你了吧？大哥，你偷你讲嘛？你偷了几回了？几回了？大哥，你几回？我这哪几回？你以前在密室的房有没有？龟尾三百了，龟尾三百哦。我倒回去搞一下。搞去搞去搞去，那咱们面没有呀，那什么不会嘛？够两个姐，我三百。哎，三百啊！好了。来说给几个，几个玩多的。来，我来一个玩多的。就是有人搞的，大家你记得吃了吗？我来过，就记得吃。你别吃了，吃饱了。过来，我来。真好过了，大好过了。吃饱够了没有？来摆啊！围场，哎，围场哦。看你们吃，哇！你来没吃呀？嗯？你这个是哪里搞的？鸡腿卷，绝对够人家的。那行。你这鸡腿卷你个真正的做好吃啊，三百五百块啊，这人要吃有三千啊，对啊，这个吃看嘛，你带好吃真吃，我未来看卖三百两百我，哎两百啊，四条五条，哎两百，七条，这三条我都上，哦几条我，哎两百块，哎两百，不然要吃鸡腿卷的不？鸡腿广告人要啊，两百，哎两百，吃看嘛，这真正带好吃，伊种鸡腿肉来做。拢有啊，干人要买一百块试吃看卖无？哎，一百试吃啊！试吃看卖袂歹，左边。加油！搁要试吃来无？你讲加你讲啊！哎，试吃啊！这是干好吃哦，一百块要来无？鸡腿卷啊，要吃买一百。鸡翅嘞？鸡翅啊有啊，鸡翅啊加加。看你收面。唔要加加油啊！八六去几多嘞？八试吃啊！来，赶紧去试吃，赶紧去。差不多鸡翅啊！我试吃鸡翅啊，大只个哦。不给了嘛，这台湾的哦，不给了给嘛，一直给了嘛，一些大只的鸡翅哦，给了给嘛，一些大只的鸡翅啦，我好吃一斤就五十啦，这十斤就五百，唔免五百，我来讲，只要买一包大只的季节爱用钱的做好食哦，两百两百啊，两百啊，一个你几十块，两百两，哎两百，来不要钱，大鸡翅，最好两百两百的，好啊，哎两百，够两个吃来不？薯条啦，这个简单处理，薯条。多少钱啊？这个？薯条啦，这个。好，今天买啥去嘞？不要争吵，我来买。这个本钱干什么？今天你买啥？哎，家，你讲啊，你给那个薯条的什么牛肉我袂少，那个沙茶羊肉我袂讲嘛。哎呀，我来陪你吃，我昨晚我没吃啥，我讲些吼。没有。我坐人家没吃香味，一过来就没吃香啊。来，陪没吃一千块好不好？来一千了。伊即摆是迄个三十一、三十五。来，哎，哇，足水个，你看，水无？来，要一千块了，一千块。来一千。真来爽。可以，你要一千？好，我知啊，一千给啦。可以给啊，一千。再过来，再过来，你要五百了呀？赶紧。你要搞一千啊？哎，没一千。我头先我错了。错了，钱钱，你买水叫你莫五百。啊，算你了，哪位啊？这第二箱啊，我多少钱来？我买一千。没啦，我买，你买。你买买了哦，你无啊？那这种情况如何？谢谢。你细胞给老给，你给多，你给。
那你要吃鬼溜这就好啊。啊，你也当无买吗？哦，我再跟你提，我再跟你提。够要一个二四哦。哎，二四三百够要一个阿妈二的几单？哎，三百啊。这内边第二份哦，伊也做内边一份哦，有啊。啊，七百哪里这些？你帮伊啦，你爱啥子就跟我讲好了，我来处理了。你要啥？收掉。来讲完的。八百啊。无啦，你要一包一包的物件就是啦。加一买一包，买几包就好了。够啊，你要几包？我说三包啊。三包。三包啊，三包卖完了啦。三包卖完了啦，刚刚都被人家包去了啦。来，你过来，你来什么？啊？金鸡包对。来，来，你今天将我捧起来去。以前过去要煮饭了，捧起来我给你。冇搞冇搞啊！冇搞啊！嗰个咩事都有啊，点样咩事都有。你不如一百万对唔对？多一半。哦。啊，咁你嗰只接过嚟好啊。马上啦。行。啊？你估我落去啊？等我哋，我知道。冇。三万啊！三万高啊！高高，咁点样？好嘅。低调呀。但低调你又对咩话？建议你买五万好唔好？你就可以讲一包一包的，来两包啊！过两杯就水饺哦，好甜，这牛排哦，最好牛排，牛排剩一包一包，卖了。哎，拢无啊，红烧的那边，红烧的，过来做咩啊？红烧的，好，两杯就高丽菜哦。啊，如果你牛排你又无食，你买高丽菜，牛排，牛排咯，菜，牛排沙菜咯，这。